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家雄。2020年1月7号早上8:34，现在直播《论语爱》402集，是2020年7月26号的部分。子张呢，在《论语》里面一共出现9篇，18章，28次。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章。那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它是第12篇，20章。子张问：“是，何如是可谓之达矣？”文达的达，到达达。子曰：“而所谓达者，何哉？而所谓达者。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者，非达也。”夫达也者，直直而好义，直直而好义。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摄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这个闻达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所以，早期我在组织文达会占对立的角色，但事实上他们是一种切磋的角色。切磋的角色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本身是问、闻、答、答，但是答的纸上问答，但是他觉得闻就是答。孔子说闻答是不一样的，以现在人来讲是闻在先，答在后。你先打出知名度以后，才能够通达无阻，产品也一样，行销也一样，人也一样。所以孔子在他的圈圈里面产销也是如此。所以子张问：“从得辨惑？”子曰：“祖宗信习以从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惑也。诚必以惑，义之以义。”所以在祖宗系崇德，祖宗性习义是崇德，祖宗性就是你个人心里就是忠信为主，习义就是行为言行举止要以义为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勿小而为师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所以在像昨天我一天就在真善美戏院连续看了3场很好的电影。第一场10:30，印度片《真爱才会赢》，裁缝师的裁；第二场法国片《女子燃烧女子的画像》，法国女性同性恋的很真爱真善美的电影，看起来是。听起来是不伦不类的，但是看了就知道，人生有爱，何处不芬芳。第三个呢是2:40的这个潜艇追击，它的本文是这个狼嚎，跟早期这个海外屋的潜艇追杀令有点味道类似，但是呢，这法国片是跟精彩万分，精致无比。所以，我犒赏我自己，就说对自己很狠，要求就说读书、背书、运动、写书都一样，持之以恒。所以孔子讲：“盖有不思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；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自知，自知是也。”所以。圣人无不得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是可矣；善人无不得得见君子也，得见有恒者是可矣。因为亡而为有，虚而为无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所以在这个恒字上，我学到了不少，我也获得不少。像看3部电影，真的，那是年轻学生时代才有的体力脑力，想不到老了还可以如此一般。
文达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